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我现在已经从巴青县出来了，今天前往丁青县。巴青到丁青有200多公里。这个巴青县啊，昨天我是也是快天黑的时候到的。因为一路上一直在拍风景，昨天的风景特别好，天气也特别好。结果到了巴青县以后呢，哎呀，哪哪都可脏了。可能也许是他们在修建嘛，挖的坑坑洼洼的，土大灰大，哎，然后就对付的，就在马路边驻车了一晚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安乌拉山口，海拔5089米，风景漂亮吧，非常的美，好像那边有雪山，不过现在被这些云层给遮挡住了，那个上面应该就是，真是美极了呀。西藏虽然来了艰苦一些，但是西藏的美景真的是很迷人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，太冷了。大家看看这个山，层次分明，错落有致，而且它山体的形状啊，长得非常的美。我喜欢这样锐利的，这样的山体，长得非常的有个性，太美了，这景色，哇，好美呀！就是穿得太厉害了，哎呀，美吧，大家看看，太美了。尽管没有蓝天白云，但是它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画面也是非常的美。这种风景我也真的是特别喜欢，它这种轻轻的、淡淡雅雅的这种调调，它有一种非常秀美的感觉。小牛牛，你又过马路了，别翻栏杆了，过吧。昨天有个小牦牛，一看车多了，急的就翻着侧面这个栏杆，它往过跳。但是没跳好，后腿就挂在栏杆上，然后后面的车呢还不停的滴滴滴滴不停的摁喇叭。哎呀，我就觉得那牦牛真的是很可怜，这帮人的心啊，硬的是石头长的吗？哎，红孩子多漂亮啊。啊，就是捡的牛粪晒干了是吗？说的啥我听不懂啊，听懂？真乖，再见啊！等我一下，我给你拿个棒棒糖，好吧？啊，嗯，好，等着啊。小朋友，你几岁？你几岁呀？走到哪里都走不出。
好可爱的一家人，哎呀，妈妈真年轻呀！你妈妈多少岁？才35岁。小姑娘，你有多大？你都18岁了。哦，大家看看这母女三个，妈妈才35岁，她的大女儿都已经18岁了，小女儿是3岁。是吗？好可爱呀！行，那我就走了，再见啊！嗯，拜拜。